Nene. Nene. 哎呀，没有水呀！哎，怎样是好了呀？好好好。雪儿，要不？我问你个问题啊。嗯。我问你这问题，能证明你是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你说。哎，你看完那种就是小视频，你是先打开微信，先打开微博？微博。啊。微博。你是问过别人，别人怎么说的？嗯，别人都不看。你就问问啊！我们是好奇 ，one two three 啊！没关系。大家好，我们是好奇 one two three for you。好。草原那肩上肩，柳叶就遮满了天，在气味里这个名啊。跟我走吧，我们去巴黎天堂，我们去布拉克脚下，我们去小哥哥，能给我唱一下刚才的那个小酒窝吗？嗯，可以。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三二一，爱就像蓝蓝的天空。轻轻地呼吸，才嫌我穷吧，可能我到了非洲才嫌我白吧，可能我到了唐朝才嫌我瘦吧。Oh
为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一二三志愿都改成了蓝翔技校，你知道吗？最终我以670分的优异成绩考进了蓝翔技校。开学当天，全校师生夹道欢迎啊！你知不知道，我最痛苦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专业呀、啊？汽修、挖掘机、美容美发、水电焊，我该怎么？别补啥呀？睁开大嘴，睁开看看，试试，再试试，我一会儿给爷爷试。那谁我啊？哎呀妈呀，那水上咋的了？总是会有人问我，孟楠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啊？你会，我必须得什么都得设计一点，对不对？我那个什么推堂鼓打的可好了，国家二级推堂鼓演奏家。然后还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养什么宠物呀什么，我特别会放鸽子。然后我还会一些杂技，就比如说像什么钻牛角尖儿，哎，然后像什么抱佛脚、撞南墙，我都很擅长。同时最让我引以为傲的就是我这个拖延症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我也是炮兵连第一嘴炮手。我特别希望我的评论区里没有喷子，这样呢，反正我就像是那个麻辣烫里边的牛肉丸，就是你不咬我，我不喷你。但我也是说说怂的不敢喷你，毕竟我是这个世界级内心戏表演艺术家。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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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我是一个内蒙人，很多人很羡慕，还说内蒙人很好啊，大草原星空下多美啊，你看图片是很美，你知道星空下有多少蚊吗？内蒙的蚊子就跟这个麦差不多大，真的就这么大。而且你知道草原上是没有厕所的，我们从小只能在草原上方便。然后你在草原上方便呢，我们就从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啊，你蹲那儿方便的时候，你不能稳稳的蹲着，你得有规律的晃动。这样呢，蚊子不会落到你身上，你明白吧？很实用啊，真的。你让这种这么大个的蚊子叮一下屁股，肿的你裤子都提不起来，特别夸张。我现在都是后遗症，就是田园牧歌的后遗症。我现在马桶上坐着，我不这么晃两下，我就觉得方便的不彻底。其实你很漂亮的，很完美啊，但是你不要老把头发挡住自己嘛。嗯，来来来来来。来嘛，哎，来看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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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哎呦我的妈！哎呀！
我走吧，我们去巴黎铁塔，我们去布拉格桥下，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你们可能会以为在群里面跟你聊天声音特别好听的小姐姐或者那个特别可爱的小萝莉肯定长得很漂亮吧？不，我告诉你，她连个女的都不是。